嗨，大家好。童年的回忆是最美好的，特别是对一撮节目的回忆。有一撮节目虽然吃大之后再也好久吃着，但是那个味道一直在留到你的心里。咱潮汕有好多传统的每只件，好当是潮汕的老味道，其实咱就来回忆这个水电视吃过的一撮每只件。当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鲈鱼，以前来讲这个鲈个鱼个造型小，有滴间点呢，收盘啊，所以呢收盘点啊，非常有吸引力。当然有呢，就想到罗地多我水电视个时候是无个，后来来到改革开放前后，才出现了罗地啊，有滴撮香港港客啊，登来大陆探亲个时候。顺便找个落地回来，哇！非常吃到落地，也就开心到对不对？吃到落地，往往也是真正对立汤就算给加落去，再吃一个饼干，酸点熬饭，唔知你开始就在吃。我决定用汤汤薄饼真欢喜啊！汤汤薄饼改进化好多人买，汤汤薄饼往常是吃呢是一张饼，半个汤汤了就也油抹啊豆仁糊，你吃胖少，现在。通宵市场都卖个糖葱薄饼是先去放个，两张饼皮也有，三张饼皮也有，你放一两个糖葱，也像这个芝麻豆仁糊之后，还爱放个一条咩个黄水，再有呢就看有是咩个关东啊，这个兰花根啊，配着兰花根，我就知那各地个叫法拢唔变哦，往里叫兰花根，恁在做你叫，欢迎你来评论区留落来个大家咱分享。好，心情舒畅，下次再见。